俗话说得好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霸占、摧毁、破坏，最犀利的剑，只为最强大的手所挥动。以绝望挥剑，助逝者为铠。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uple kill。罗贯大师，执掌二百五，我把金丹魔法。抱歉，刚见面就得说再见。永不放弃。生命与信念都交托阁下。不要爱上妾身哟。收到的情书太多，也是一种烦恼呢。